诺，我们两个小时的家庭会议，然后达成了一下决议，是关于两个孩子在寒假里边这个寒假学习和寒假娱乐的一个平衡，是不是？经过你们同意的？是的。是不是？嗯。好，第一个是寒假作业，每三页寒假作业可以兑换一个小时的游戏时间，是不是？是。第二个，关于查漏补缺，这个小杨最主要是英语太差，然后给小杨指定的是十个英语单词，背会会写，懂得什么意思，可以兑换一个小时，可以不可以？然后他的阅读理解比较差，每做两篇阅读理解可以兑换一个小时，合理不合理？合理。哎，然后他们两个人字都非常非常差，除了去上补习班去学习之外，然后在家里边自己主动练习两页字字帖，然后做的比较好的情况下可以得到一个小时，同意不同意？同意。啊，然后关于课外训练啊，因为不能光学习，我们也要提升自己的免疫力，是不是？我给你报了羽毛球班，每上两个小时的羽毛球班可以得到半个小时的游戏时间，可以不可以？也报了篮球班，每两个小时篮球班可以得到半个小时的游戏时间，可以不可以？原本是一个小时的，经过我的更改，它变成半小时。对，这小杨自己主动提出的。然后关于练字这一块，因为是脑力劳动，是不是？这是体力和脑力同时进行，对，会要比平常要累一点。练两个小时的字可以得到一个小时的游戏时间，可以不可以？可以。然后关于还有一些隐藏的任务，比如说我们学习了新的技能，然后帮家长完成了新的任务，都可以得到游戏时间，可以不可以？嗯。然后还有一个说明啊，就是每天早上八点起床，十一点需要休息，所有的这些时间要当天兑换，当天消耗完，也就是不消耗完的话，到十一点也自动作废。同意不同意？同意。好，那视频前的这些就是咱们的家人们都看着你们俩啊，嗯、来签字画押。好，现在两个人已经签字了，已经签字。等领导通知书拿到寒假作业那一刻开始，这个规则就开始生效，可不可以？嗯。OK。这几天可以放飞自我哈。来，来。来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好，我们对镜头前的家人们说，我们一定会做到。来，那么呢？我们一定会做到，我们保证。能做到吗？能。好。好。结婚虽然很忙，但是孩子的教育也很重要。我觉得其实通过这个东西，然后提升一下孩子的这个主动学习能力，自己要靠自己的双手挣得他自己游玩的时间。加油，孩子们！加油！